雅各。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昌恩。今天我们带来来自迷雾岛的大哥雾吉，一直呢这版本我们相当喜欢的英雄，而且是版本强势的爬分首选，可以走很多条路，职业赛呢甚至会用他走打野位。那我认为目前比较强的应该就是辅助，之后呢比较多人玩的就是像凯撒一样的打野都有人玩，魔龙和中路呢也可以。中路的话呢清兵能力比较不好，有更加的选择，可是如果万一要补位呢也是可以。只是呢他这么强势的表现让我们不禁的担心他是否要被削弱了。以高方的说法呢，强势条有十只九只都会被削弱，另外一只没被削弱就是图伦，怎么都没动到他。不过呢图伦也挺帅气，那这个我们给过不削也没关系了，反正呢如果图伦不太会玩的话，经济滚不起来还是比较好克制的，毕竟图伦的位移距离不会太长，而且也偏脆皮，偏脆皮没有无敌的英雄呢都是有机会可以克制。那我们来看看迷雾岛的其他英雄，像是哈瑶、星葵、艾莉还有我们雾吉，每一次呢几乎都被削了好几次。雾吉呢三个版本才削他的伤害，降低了他物理攻击的加成，应该是说降低他的基础伤害，变成呢要买攻击装才会痛，不买攻击装的话呢像以前一样全坦装，输出就低了不少。星葵的话呢被削弱了好多次了，连大招斩杀呢都被拔掉了。当然呢大招虽然百分比斩杀伤害被拔掉，它的功能呢还是用来斩杀，比如一套打完呢最后一下用大招来收掉，就这样子。而像冷却时间呢手感等等的也有稍微的被调低。哈亚的话呢也是哟，它有削弱很多，削威仪、削能量等等的，只不过呢由于它的角色特性还是相当的克制近战英雄，分推单挑很强，所以这版本哈亚呢还是热门角，尽管被削。艾莉的话呢则比较可怜一点，虽然还是可以玩，可是呢强度跟重置之后呢有明显的降低，跟他强势的时候，所以艾莉已经被削得差不多了。迷雾岛呢可以改名叫削弱岛，请问你认为呢雾吉安不安全，会不会被削弱，你是否担心？可是呢我想说的是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尽管雾吉真的被削呢，相信也有其他的版本改动，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只呢好用又帅气的爬分英雄。像之前呢我们就用瑞克，瑞克跟雾吉的定位有一点相似，只是呢瑞克被削到不太能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用雾吉来代替了。这中间呢还可以用超人，超人一样呢也是一个全能可以补位的英雄，也一样很好爬分。那我们来看看雾吉吧，从备战出装异魔纹开始。一开始呢我们有四个枪团6:5，小小的领先应该算平局，6:6了。核心魔纹呢这一代坦奥义也是，中间呢庇佑或精灵都可以了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出装部分呢前面三件大装是核心装，后面呢是跟你说可以这么出的，只是我们因情况而调整，通常都会调整了，不会真的照着出。比如呢这一场的敌方又喷鹰又绮罗的，很明显的呢我们买完辅助装之后要先买仙灵，如果敌方有歌德有一大堆的控制哦，我们的辅助装呢就会是清新解控，比如像是达尔西。正常情况下呢我喜欢出原力，一来原力有改强，二来呢它的增伤百分比伤害对雾吉是有帮助的。那而这一场呢我们买完了白盾跟仙灵之后，我们会买王者将，雾吉是攻击装效益很高，只是呢要有钱才能出，没钱的话呢一定是先买坦装的，尤其是逆风局来跟队友拿个龙。吃地图物件呢，大型地图物件是雾吉擅长的地方，毕竟呢可以叠被动，有被动雾吉呢相当的强。那雾吉玩的好关键呢其实不完全是叠被动，叠被动是附加条件，正确的呢是你使用技能的时机，比如呢什么时候该开大，什么时候该位移，什么时候该用强化一技能的剑气，
一记的蓄力时间呢，我们还有百分比伤害减免，会变得比较疼。还有一点呢，乌吉身为一个辅助，却有不俗的伤害。他真伤虽然只有1000多，但是呢，不要小看这1000多的真伤，很多时候呢，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不管是开战前的消耗，还是团战之后的斩杀与收尾。那我最喜欢乌吉的其中一个原因呢，除了他本身角色帅气飘逸之外呢，就是他有不错的单挑能力。如果啊你操作的好的话，单挑是可以打赢打野跟射手等等的，就像呢我们常常排到全服的前几名跟职业选手，玩乌吉呢都是没问题。举例来说呢，高手有个优势就是协调能力很好，他们可以说好呢，比如三位英雄的配合，一套关下去呢，把这个中路秒掉，或者把这个辅助秒掉。而乌吉呢，也有位移，还有大招的位移无敌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有更高的机会可以成功跑掉，甚至扭转战局，直接呢往敌方输出最高的后排跳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一招，被敌方抓的时候呢，灌敌方的后排，结果这样做呢，不但只可以打乱阵型，还可以先秒掉敌方。甚至有机会呢反手开团。那乌吉害怕的呢，其实乌吉都挺怕的呀。首先我们怕手残的消耗，毕竟呢我们没有真正的蓄战力，我们要能够连到敌方呢靠近解锁被动，才会有小小的回血跟触发被动。如果敌方手太长呢，躲在远远的消耗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一旦我们血量呢可能不健康，剩一半左右，敌方真的灌我们一套呢，也会被秒掉呀。乌吉的坦度呢，在于我们的位移跟大招。如果位移跟大招用不出来呢，还是一样会被敌方秒掉的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比较悬的英雄。如果你操作到位呢，玩的飘逸的话，确实可以很秀。可是如果呢，你刚好手感差了点，或状况差了点，乌吉是没有其他的传统坦克英雄。没有传统的辅助那么的实用，比如我们没有一个朗博的大招，没有萨尼的推，没有伯登的过肩摔，也没有传统的坦克英雄那么坦。好处就是呢可以单挑了，如我们所说的。如果官方要削弱乌吉的话呢，希望不要砍到完全不能的玩，至少呢偶尔可以让他上场吧，可能会往降低伤害或者增加冷却的方向效，那我觉得就还可以接受。可是呢如果把数据算笑得太过疲弱的话，就完全不能出来，那样子的话呢就过分了点了。毕竟呢他连一个帅气的造型都还没出来。如果真的要让乌吉下去呢，至少先让他帅一波吧，你说对吧？这是本套巅峰局啊，敌方跟对手呢，应该是说对手跟队友都有一定的实力。这边来进入后期的结尾阶段，上路正在推，我们先中跟下。这边呢先提防敌方过来清伤兵，这个细节挺重要的，待会敌方就要有人去清伤，那我们下路出现多打少的机会。 OK， 就像这样子收我敌方一只，这时候有炮车，而我要做事保护我的炮车，往敌方后排跳，这样子保住了前面的炮车。我们很常做这个动作呀，清兵的时候呢自己往前跳保后面的兵层，而这招呢通常都很有效，敌方只能二选一了，要清兵还是要保后排。最后呢 ，Ace 收敌方的打野。那我是三恩，感谢您收看。以上是我们在乌吉游走的实战解说。我认为呢，这版本比较好玩、帅气又飘逸的强势英雄。那我三恩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